人间冷暖情为贵，世事匆匆我坚强。聊天钉啊，聊天钉，历尽沧桑一男人，一生为国为民，大公无私。天钉，你家红姑的伟大精神感召，后代人的台湾人会甲你歌颂，会甲你欢喜，会甲你写历史。所以，恁两个伫当时日本占台湾的时阵，用力、用钱、用生命、用危险、用自由来打拼，跟日本人对决，设立台湾义勇军，跟日本人的台湾共荣会的人共拼。所以，恁的伟大，我甲你歌颂欢喜。五天用这个聊天顶安古来做背景，要来讲出故事。哎，连续啊讲40档啊，所以人客也足济。听到五天，大家就知影，五天是讲聊天顶的专家，除了是聊天顶以外，连续啊，四大青、九马怪鸟啊、万里炸飞，包括足济故事。做人有迄落足好诶，啊！即好做人拢讲好话啦。你斟酌甲看，迄做人若仁慈诶、故意诶，也会谦虚，伫讲话拢温柔细细，啊，逐句话都足好诶话。啊！即做人若歹呢，迄支嘴拢较夹，吼、哦，安尼起翘翘，安尼起角角，一支嘴正来就对了，拢毋认输人，啊，对啊讲，毋对啊讲。尤其是做人讲白贼，即做人讲白贼比做囡仔讲白贼较食力。做祖囡仔人，有当时啊，为着环境讲白贼了，值得原谅呢。要若富人人白贼都不对啦。要有一挂富人人偌够配合翁嘞，迄翁啊某啊多啊一对啦。翁现倒在困，人电话拍，也某面人有伫咧无？啊，歹势，拄啊无伫咧呢。哦，听到作业个啦，实在翁咧困就对啦。也人拍电话要找因翁，祖人讲无伫咧，安尼甲骗。其实这祖人唔当骗，骗某。特别恁翁若甲你交代都无法度，吼翁若讲阿某咪人，人若找我，我人无爽快，甲讲无滴咧。翁婿反复难，咱骗无要紧。翁婿若无反复，唔通骗迄个翁婿唔知，这安尼要不得。这富人人讲白贼话上凄惨，这有一天会去食到惊啦。啊，人这租金啊，有当时啊讲骗是善意的，无法度的。你就讲一寡上班的租金啊，迄上班查某人拢讲实在话都未生存哩。因为一挂猪哥好唔好，就甲要招伊饭店哩；好唔好，就甲招伊得要开房间哩。也会安尼应付应付来去，你讲对唔对？所以人伊爱顾身体啊，无怪伊爱白贼啊。这风尘中的查某得骗，人骗了有技巧。你像讲有一半夜上班的偌厉害哩，拄到啊吼，拢甲租一个。也人去那咧招，就讲你望看慢的来啦。意思拄啊好来就对啦，啊，拄啊初一十五啦，歹运拄啊来啦。也伊这一日24点钟拢住掉咧啦，一个月初到月底拢住掉咧。原因就是无爱惊人客处理，啊，人客想讲啊，拄啊迄来，唔是唔惊咱处理嘅，啊，所以就歹势你吼。尤其一挂这唱歌人客嘅演歌星，这查某嘅，这有当时也去碰到一挂经纪人呐，啊，去碰到一挂这有诶无诶，这的哥啊，也要甲招啊吼。也有当时啊，那港车那无人，就想要甲小鸟啊。啊，若去找到，哎，啊，拄啊来，啊来就歹运啊，唔对唔对，其实迄种敢骗的，无影无食啦，迄种假就对啦，因为无安尼骗都未使，十个猪哥，十个要招伊去，以后迄个性命，所以这查某本身那善意敢骗无要紧啦，要迄个查某会讲装呢，迄查某会甲查甫会斗争呢，要咧装查甫会装甲这查甫会大家安尼忙忙呢，查某会讲好啊。你来因兜咧，我都无时间，若有时间我就今日去散步。这查甫个大家安尼跳不扑啦。其实做主囡仔白贼较少数，做主人唔通好笑，做主人呐好笑啊，足食力。这个家庭歹兴旺呐，白日啊人会看破卡手，这个家庭都摇摆未起来。所以直接都听五六天的劝劝，咱做富人人尽量老实，有话拢坦白无要紧。卖胡白讲，也尤其这好笑话，做人介敖讲，就是敖造谣言。人若讲啥，做人就天死啦。人讲话就天落安尼，好胡白讲，做人的风声都介厉害哩。曾经呢，
捌为着这左人乌白讲话啊，产生羞态啦。这个例五六天讲，给各位参考。在这个南部有一个庄头，也有一个左人咧讲收惊。啊，这个左人年纪无小啦，胖有那五十外啦。啊，平常时呀，囡仔呐着惊大兄，也伊就去咧讲收惊。也有一摆去讲收惊。啊！拄啊，听到人啊，才咧讲啥话尔，好，伊就转来学话啊，学甲歹听甲就对啦。一个学话学落到底，学对方听，对方听听咧尔，煞去找对方迄个人，开始就相拍啦。一个拍拍来，煞变相台，煞死两个人。为着这个主人收惊去学话，伊都来姓吴的才收惊，啊姓吴的啊才咧讲啥，伊就转去甲姓张的学啊。如果那个姓吴的在讲你安怎，啊姓张的就未确实啦，你就小吹啊，你啊就拍啦，啊七拍八拍都有输赢，要有输赢落去到地就压倒台啦，啊台台的死人。所以这左人学话真唔好，福建人尽量会当爱有口德，无口德就歹财啦。人讲福建无财便是德，财者只靠用力施，所以这人呢都爱这个口会收啦。福建人口若未收就无效，左人呢？口的口德那是上流，我敢讲，这个福建人成功一半啦，已经在这个社会挺好立足啦，所以。